要见到。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，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，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。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。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。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们在这祈祷，我们在这迷惘，我们在这寻找，也在这失去。北京，北京。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。